这是乌克兰士兵装备的一款反坦克导弹，它就是前苏联于1970年开始列装的 9K1118 松管反坦克导弹系统。这款元老级的武器不断与时俱进进行着升级，其最新俄制的 9M113M 导弹可穿透800毫米均质钢装甲，即便使用老型号的导弹也能击毁除坦克以外的大多数装甲车辆，也可用于攻击地堡和其他软目标。鉴于巴松管还有不少前苏联时代遗留的库存，因此俄乌战场上经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